这把我们阵容挺好的呀。明天下午4点，还是打野吧，比较符合我乱杀的性格。玩了一下中路，视野开阔了，打野就会顺畅一点。兄弟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前期可以让法师带节奏，那不是打野需要带的节奏。为什么法师带节奏呢？因为一般法师四级可以把别人宰了，但打野四级需要位置。法师如果玩个三光婉儿的话，别人位置稍微靠前那么一丢丢，人就相当于没了，好吧？他直接把老夫子两波线吃了，有点伤。两个人在中路，对面打野可能去下了。好拉扯。两下出来，那人大招已经交了，随便打了。小拉扯一下，哎，我感觉我们这个辅助还挺会玩的呀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？这波蓝 buff 不要了，想去上路抓一波，看能不能开得到吧。就开了个寂寞。回去拿蓝了，转线的时候被蹲了，这没办法。刘邦给大了，我这波去不了，下路有线，但马可自己去了，那我就不管了，我就刷自己的野了，他自己补吧。我们猴子前面肯定是要安心刷的，你必须打队内1号位经济，好吧？这有点浪费时间了。程咬金过来了。稍微等一等，那我们捏着一棍，后面就有操作空间。这一波队友把他们都宰了，我们就可以拿了。你不要追着别人打呀，很多时候敲两棍再出来，再找机会，让队友扛扛伤害。好，二技能你交了，这波压进去，他没二了，但我队友不在。我扛着这个兵线打他不太好，把红拿了，稳住刷自己的钱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刷完这个红还要看下路能不能打，好像不太好打，他还是捏着大招跟二技能，我觉得有点没按到呀。这一波他开大了，两个大招，二技能存一下，看他动不动手，动手了。哎，我这个一技能没丢好。卡我的线了。怎么说？老哥帮帮忙。中线也来了。先守中线吧。这蓝 buff 给他们了。
还是想去下路，他们家也有蓝的，一样的。下路没有线，我们这波怎么说？哎，我怎么没跳过去啊？那我再走一步，兄弟，按补刀键，再跳走，还吃个药包吧，来都来了不吃。请求集合。嗯，这一波他肯定要死了，队友都到了。啊，防御塔好烦呐、快点快点把兵清了。4700，这个程咬金跟我一样的经济啊，好恐怖啊！那程咬金太肥了呀，现在。纯硬棍。牛啊！哎，难搞。他上路都带掉了，红得让给马可了呀。马可他要的话就给他了，他没红太难打了。我说你敲不动他了呀，他们得哦有梦魇之牙，纯硬棍，纯硬棍，站在旁边纯硬棍。嗯，那这样局面就打开了呀。这就有点尴尬啊，这个二技能是真的好烦啊，我等他半天的技能要。嗯，不过也还行啊。嗯，这玩猴子必须用好那个二技能是吧，会拉扯是吧，你会拉扯这个猴子就不一样，
他不是那种什么二技能大招一技能就只会这一套的，你那猴子说明没玩出来，他一定是你这种对吧，敲一棍出来敲一棍出来，找机会必杀的时候我再上，明白吗？什么跳兵敲塔敲野，你这都得会，你这猴子才能灵性。就是你跟这个重合的时候你就丢二技能，你就跳很远，你这个二技能直丢的话它就跳很近，它都是有手法可以讲究的，是吧？敲一棍跳，是吧？你自己要能感觉到往哪里丢二技能，它有个比较 远距离的效果。准备拿主宰了呀，嗯，我队友 不来帮帮忙吗？把这个头龙头拉过来是吧，免得队友被击飞了。嗯，他这个位置痛啊，这给他冻到了。然后你现在有大吸血刀就不用回家吧，我们随便敲敲野怪血就满了，是吧？这一波血满了可以动起来了。哎，这老夫子突然站起来了呀，去拿个蓝，敲塔，好，上路我到了他们就应该死光了。哎，还剩个谁呀？还是个小金，不管他了，这好像这把就结束了，这没操作什么东西。这还是打野好像舒服一点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